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哥，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。相信去过泰国游玩的朋友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榴莲和人妖了吧。说起人妖，一些漂亮的人妖要比女生都好看，不信的话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视频中的这位美女名叫 Yoshi， 中文名刘希，出生于1997年的泰国，本来是泰国的一位14岁的小男孩，但他一直想变成一位女孩子。在2016年，刘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手术后的他皮肤变得更加白皙细嫩，身材更苗条，加上精致的五官，短时间内就拥有了极高的人气，并成功签约中国，成为一名变性女艺人，代表作有《爱所困》和《卖萌》这件小事，成为公认的人妖皇后。不得不说，她五官精致，身材也好的没话说，更是演技在线，秒杀所有流量的小鲜肉。在当时，刘希要比任何一位女生都好看，也有很多富豪想要娶她，但她都没有同意。而中国的一位富豪去泰国出差时，和刘希一见钟情，后来两人就在中国结婚，并且一直以来过得都很幸福。小伙伴们觉得这位泰国的人妖皇后长得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，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